好，第二阶段呢，我们这位水姑娘呢，带给大家呢不同的感受，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有带手机、相机的好朋友，当然呢，邀请我们这位身材非常的棒哦，除了带来热情洋溢的舞姿，也来摆几个非常专业的 pose。让我们好朋友呢来做拍照，所以呢喜欢拍照呢摄影的好朋友哦，邀请大家可以往前站一点哦。安娜，你当到你好像在很凶美啊呀？你不是拢处理掉啊吗？剩三支，逐天呢那个拔杯看是要中分啊旁分吼，足费气的。嘿。来哦。穿插一下呢，我们专业的 pose。发，我，好，林楠来，光叫你站咧观摩一下，观摩一下就好。你即摆是要修牌哦？你会当教迄个较翘的迄几招，我学一下咧。迄招安尼，脚安尼，翘，对，脚要有力量哦。迄只脚骨落都好，那阿进入哦，阿哥阿咧大叉，你知无？嘿，要 N 字腿 ，N 字腿，对，这个起来吼，没有起来也要有力道起来，不能够直接这样爬起来。那个起来要，对。你看我炸皮鞭来呀！哎，还有这招，你这招袂歹，小学嘞。屁股要顶出来，对。啊，一副花痴的样子，不，一副很美的样子啊！哎，拜谁公兄弟啊？哈，对，一副很淫荡的样子，荡妇的样子，哦。好来，换招跟换招没有？换招嘛？啊，无啦，你做侪招的呢？有啦，伊就挑干部，挑干部要让你学的，你惊？男小查某嘛出来，我无跟伊讲的，我也没看啊。不惊。来，走，我们好朋友啊，台下好朋友说哦，看我们辣妹哦。感谢我们的甜甜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后面还有辣妹钢管哦，阿拉先来个穿插两三首歌曲。